声音，它应该是自己后置的吧？对，可能只有几秒钟而已。好，怎么样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再测试一次，所以下班的时候就帮我抱上来。好，同个眼睛去帮我，不要动，我们轻轻的往前看。扎一下，扎到最大，谢谢。好，再帮我扎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下巴都可以抬起来。小明灯灯，我觉得这有关系吗？这后面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有待会另外要拍一个东西。那我们还是先来坐到这边椅子。暂停跟重来是要怎么用？不用暂停了，就一直拍。嗯，你要干？你是要准你啊？对，就这样。你要用到五点零的。哇，这么 detail 哦。到胶啊，你确定？按动来动去。啊，不是要叫你抹脚底。你的病魔术啊！我是对不到胶的呢，整个是模糊的啊。那你叫弟弟用。嗯，这么开心。整个是模糊的啊，你稍微看一下，让它对焦。不然一直拍啊，这边一直暂停，就麻烦了。啊，真的吗？GoPro 就变成两个档案这样子的意思吗？你本来一个档案可以剪辑剪辑剪比较方便是不是。嗯，我已经暂停了。没关系，待会就不要再站了。那待会开始再说吧。
因为刚才我们视力都已经有测量过，我们现在会看到的一个是眼睛它在对焦上面的一个协调度的感觉。好，第一个是前面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实线十字线的图案，它上下左右是对称的。好，那眼睛前面我会放在两个镜片，它这个镜片是模拟 3D 眼镜。模拟三 D 眼镜的意思啊，就是两个眼睛是分开来看，右眼只有看到直线，左眼只有看到横线。好，第一个想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直线跟横线呢，它是浮在荧幕前面，然后它有可能会左右或上下的晃动。实际上想请问一下，现在看到的这个十字的图案，它是维持对称的形状，还是说线条有一点微微的偏掉？微微偏掉。那可以简单形容一下它是怎么偏吗？很应该学会左右上下。对对对，上下还是左右？左右，左右，很应该学会左右。左右晃动，那可以形容一下是偏左还是偏右？感觉就好，偏左一点，偏左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图，第二个图啊。它是一个中间一个黑色的圆圈，左右有两个框框，右眼是看到圆圈跟右边框框，左眼看到圆圈跟左边框框。第一个想请问一下，左右两个框框感觉有差不多大吗？差不多大，左边大一点点，左边稍微大一点点，就是左边的整体都比右边大一点点。对。请问，如果现在是这样看的，右边稍微大一点，啊，这样子比较接近的感觉。好，那已经帮我闭起来了。好，再张开来。好，然后就帮我闭起来。好，再张开来。好，我们张开来的第一瞬间，左右这两个框框它会怎么样的一个移动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整体来讲，左右两个框框是有上下对齐的感觉。就它有点像散开的感觉。所以上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上下的落差，但是左右上下会动，上下会动，上下会动，不会动。那可以形容一下它是怎么动的？比方说 ，A 是右边由上往下，左右会有点左右晃动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有点像。跟三个人回起来。好 ，OK。他们有连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OK， 好。那上下是没有太大的落差，但是左右那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哦。第三个啊，我的右边眼睛看圆圈跟折线，左边圆圈跟上下两个三角形。好，两个眼睛看的时候，中间的直线有对齐上下两个三角形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可以简单形容一下，他们现在在位置是感觉是三角形偏左，我感觉三角形偏左。三角形偏左，那请问现在是这样看的？好，还是偏左？这样比较远，这样有近一点吗？有近一点点，一点点可以，左右。好，那请问是这样看的？过头，又过头一点，过头一点。如果是这样看呢？还是偏左一点，可能差已经差不多了。好，看一下。张开来，我们看到第四个图案。第四个图案中间有个黑色的圆圈，上下两个三角形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上下两个三角形感觉是在圆圈的前面还是后面？前面。好，那请问现在这样吗？三角形后面。好，
等一下我会让这个三角形跑到前面，嗯，或者是后面，嗯，那我们感觉在前面的时候就帮我回答前面，感觉在后面的时候就帮我回答后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喽。前面，后面，前面，后面，前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好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一样是有三角形跟这个圆圈，不过现在多了三条的直线。好，那现在感觉三角形是在前面还是后面？在前面，前面。好，那在前面的时候啊，三角形有对齐中间那条直线吗？感觉往偏右，三角形偏右边一点点。三角形稍微偏右边一点点，就是就微偏右边一点。OK， 好。那想请问一下，现在三角形在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。好，那它后面的时候有对准这一条中间的直线吗？也是偏右一点点，也是偏右一点点。好，OK。我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图案里面是人身上的哪一个部位？可以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太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回来。现在前面有三排，每一排有五个圆圈，那每一排有一个圆圈，它会浮在荧幕前面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三排是各哪一个圆圈在圆形？第四、第二圆，最后，好，我是正确。那这三个圆圈会比较难分辨。第一个中间那个最右边，最右 ，OK， 正确。清楚一点，大家知道。前面现在有红色、绿色的背景图案，那前面有四个同心圆。我遮住这个主眼的时候，右眼看到上面两个同心圆。那上面同心圆是哪一个颜色里面的圈圈比较多，还是差异比较大？左边的红色黑一点点，红色黑一点点。那想请问一下，如果是现在这样看呢？绿色好一点。左眼下面两个同心圆是比较好，绿色比较黑的。绿色比较黑一点。那请问这样看你这样差不多接近一点。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两个人一起看第三排的英文字母分别上可以吗？三就最小了。对 ，B1B2C。好 ，B1B2C 都是正确的。我现在放上一个镜片，这样有什么感觉？拿起来。再次再放上。基本上没什么差别，没什么差别。没什么差别是一个。非常好，我们对，我再放上了，再拿起来，最后放上了，就录影一起来吗？不用，就两个人一起感觉就好。好，再一次，再，好，再放上来，好，我再拿起来，没有太多的感觉，没有太多，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因为我刚才已经点了步数，那我刚才看的就是这些图案。那不管哪一个图案，它主要都是在看我们两个眼睛肌肉对焦协调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理想，刚才我们复习几个图案，第一个是十字，它是一个对称；第二个上下的左右框框，它也是很对称，都没有框框的镜片的时候，再来到这个
直线三角形它都是很对齐的。嗯。那如果刚刚看到的感觉跟现在是很像或是一样的话，代表你两个眼睛肌肉是非常的对焦协调都是比较好的。那刚才放上那个镜片，我再快速模拟一下。刚才这个工具，两个眼睛是分开的，各自看各自的。嗯，啊，没有看的时候是一起看，嗯，就是模拟成眼镜，把两个眼睛的容像给它分开来。分开来的时候，两个眼睛会在最自然的休息的位置。嗯，那刚才当我们在看这些图的时候，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偏差。嗯，那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眼睛呢，啊，在最休息放松的时候，它是有偏差的。但是你只要认真，你想要看东西，大脑就会叫眼睛去把它对焦起来。对齐，那没有对焦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对焦，你就会看到两个影子。有某些人，他看到两个东西、两个光影、两个什么东西，那就是他的大脑没有办法控制肌肉，去让这个对齐比较好的去完成。嗯，好，那这一个对齐，他当然现在可以用镜片的方式去让他不用靠眼睛的肌肉力量，靠镜片去让他对齐。好处就是你可以很轻松，相对轻松。那有一些人是已经这个问题困扰很久，他已经有一些不理想的代偿性的现象发生了。嗯，那但是这些检查，它是归检查，我们最实际的，我们还是要回归看东西到底有没有差。那我们刚才我们修正的是肌肉的对焦，所以它不是度数，不是度数的时候啊，它不会让你一点偏一点二。嗯，它有可能，如果说你有感受的话，它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这三排的英文字母毛边感或许会比较少，比较收敛。嗯，啊，有些人就觉得比较干净。嗯，那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对比度变得比较好。嗯，对比度的意思就是黑的字变得更黑，白的字变得就可能白，变得更笑，更和谐。对对对，就是更笑的感觉，有一点点像是以前的。有些人形容安卓手机或者 iPhone 手机，或者是画面升级 LED 变成虚拟的那种感觉，有某些人敏感他会这样形容。那如果说我们放上来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如果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，这个意思啊，它代表就是说我们现在眼睛，我们自己眼睛的肌肉，它还有足够的力量去弥补这一个差异。嗯，对，所以这些影子在弥补的过程中，它就不需要。所以你在慢慢放出去的过程，感觉眼睛又重新对焦，因为就是它就是要马上差异。对，因为它本来是靠自己去拉。嗯，但是我现在一个镜片的外力去协助，那我就会，可是我眼睛又再去拉。啊，没有，应该是说你原本你的眼睛是这个样子，你看东西它要拉。嗯，我协助的时候它是放松的，但是它放松是回来的。嗯，但是实际上你看东西是在一起的。所以我其实平常就在处理这个。你平常就在处理，所以你的眼睛一定会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说，我也不确定，像我们有很多客人，他就是有同事，他每天要看八个小时的电脑，他工作需求，但是他可能，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一二点眼睛就累，但是没有老毛，眼睛是累的哦。同一个同事一整天到下午四五点下班。还好，也是累的，嗯，稍微，但是没有我们这个同事累的，就是没有一直紧绷。对，啊，为什么会紧绷？那是因为肌肉，要知道，刚才检查的是眼球外面的这个肌肉，嗯，这个肌肉就像我们手臂的肌肉是一样的。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跑八个小时的马拉松，当然别人可能，但是多数人不行。那你也没有办法做两个小时的重训，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不太行。好，所以但是你在看那些肌肉，它就是要拉。好，拉的过程中，它就是会累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眼睛酸累的。那白天一定就是不太会有这个状况发生，但是到了晚上傍晚，尤其是晚上打夜晚电脑，这个状况就会越显得我没有睡饱。一样，我觉得我没有睡饱。对，没有睡饱也是一样，因为它就是肌肉，你就知道它是肌肉酸累的问题，算是它没有放松，没有放松，它没有足够的休息。好，有就是我们的状况就可能就是类似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的表征，那有一些严重的，它可能会有更额外的表征，代偿性的动作。比方说，我们没有一直戴眼镜，好，所以可能就还好。但是像有些人一直戴眼镜的人，他就会不自觉要拿下来某个眼睛一样，
或者是说你电脑下来，他想要按你的 iPad 去，就想要用手对各种方式去想办法放松、嗯，但是那一些老实讲没有太大的用处，因为你做完这个动作，你现在要去继续看。又继续拉，继续拉，对，继续让肌肉去做功。好，那有些人就会，应该是说过去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，但是过去没有这样的检查，检查不到这个部分。那现在是也有这样的检查，如果你有需要，靠镜片有一个程度，它可以去辅助放松，但是镜片它没有办法让你完全的放松，但是它可以辅助你七成八成。但是最后还是要有一段是你肌肉的程序需要去协调作用。那这样的镜片呢？是吗？这样的镜片就会变成是比较偏客制化的模式。嗯。对，那个可能就是牵扯到比较复杂的一些镜片设计的内容。对，那只是说，你的状况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刚刚去你没有很理想的感觉，代表你现在的肌肉我觉得状态是好的。那就算你现在可能使用电脑时间或使用近距离手机的时间很长，我觉得在你这个年龄阶段。也还 OK， 我觉得我会让他 pass 掉。那因为等到真正的有这个问题困扰的人，我刚才这个放上去，他就会知道这个叫做好，拿起来就知道这个叫不好。对，好到那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要用看要什么方式来处理。你可以用今天的协助方式，你也可以用物理性自己需要你放松的方式。都 OK， 我们都觉得是很棒的方法，但是看你生活形态有改变了什么？光学镜片改变了光线的路径。正常光线就是它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它就是用了一个叫棱镜的工具。像棱镜，我们在可能在国中的物理光学学到，它就是100公尺的距离的光线的路径。那一样是用棱镜的方式去改变光线的路径，让肌肉本来。落差的这个还是几个 mini， 我们把它用镜片几个 mini 修正回来，就可以往前往后这样子。对，但是这个逻辑哦，这个逻辑跟老花是不一样，跟以前有一些人叫做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帮小朋友配眼镜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我一只眼镜看比较清楚，可以拿来教室上课，另外准备一只度数比较轻，做什么拿来写功课。好，这个。有没有用？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，但是它帮助有限。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通常都是有老花的人才会需要，所以一支比较足够，一支比较轻度数，那个是老花的人。那这样拉那个肌肉拉扯的程度应该也不太一样吧？假设你都拿度数很深的，然后来写功课，那是不是？应该是说以前啊，以前。从来没有人检查这个肌肉，也不是没有了，很少。那以前也有很多的工具，以前在做什么，都是里面的水晶体、里面的睫状肌、调节力，以前都在讲这个东西。但是现在很多人的问题不是里面的问题，是外面的肌肉。外面的这个肌肉靠度数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协助改善。对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厘清的更明确了，那是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就针对什么样的部分去刚做处理，可以让外面这个放松。它是对，它放松也不是放松睫状肌哦，那个东西放松不了睫状肌，但它可以放松眼睛外面的六条控制眼睛转动的这个肌肉。那这个控制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控制眼睛转动，控制眼睛转动，你向右边转。会用到什么肌肉？向左边转用到什么肌肉？看斜下方会用到什么肌肉？对，是这个肌肉的问题。刚才的检查是看这个肌肉的问题。神奇。对，好，因为这个东西以前没有了，这个东西以前没有，那是因为后来有新的仪器设备，才慢慢有一些更先进的检查模式。对，好，就是体验一下，因为这个市价比较重，它看的一些细节比较多。所以说我可以体验一下新的东西。对。OK。还有什么要体验的？看着不走。好了。好 ，OK， 下课了。下课了是不是？哇塞，这都。